2024年1月10日至11日，在中方的斡旋和促推下，缅军同果敢、德昂、若开等三家缅北明第五组织代表，在中国云南昆明举行和谈，并达成正式停火协议。双方同意立即停火止战，军事人员脱离接触，相关争端和诉求通过和平谈判方式解决。双方承诺不损害中方边民和在缅项目人员的安全。双方并就停火安排等其他事宜进行了协商。保持缅北停火和谈势头符合缅甸各方利益，也有助于维护中缅边境地区和平稳定。中方希望缅甸相关各方认真落实业已达成的停火协议，彼此保持最大克制，继续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，共同推动缅北和平进程取得进展。中方愿继续为此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，发挥建设性作用。